I was blessed with the skills to make a bitch feel like shit. 我是当代版稳中带皮的波夫曼，恰逢我国70年华诞，国庆档上映的电影也是巨星云集，当红的明星演员全都聚集在这次的国庆档，大家也是非常自觉的嘛。那么这次都有哪些值得看的电影呢？当然，首推这部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。光影七十年中的很多依然活跃的重量级人物都在这部电影中。主旋律首次用了一个非常创新的形式，七位导演分别取材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祖国经历的无数个历史瞬间，不拘泥于建党建国大业那种传统模式，而是更加贴近生活，以小人物见证大国崛起，让人觉得更有亲切感。徐峥加吴京，宁浩加葛优，管虎加黄渤，陈凯歌加田壮壮，这都是什么神仙组合？更别提还有一众小鲜肉老戏骨同场飙戏，主题曲竟然请来了王菲。从没觉得这首歌能被这样的声音演绎出来，太好听了吧。我歌唱每一座高山，我歌唱每一条河。前几天热搜爆出了中国机长里面美到窒息的空姐剧照，袁泉、李沁、张天爱穿制服的样子真的惊艳，想坐一次这样顶级颜值的飞机。中国机长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，源自去年5月四川航空发生的一起事故，机长凭借专业精神与责任感成功着陆，救下整个机舱乘客的生命。影片对整个机场和飞机后勤工作的描写非常真实详尽，恰逢大型机场完工，刚好可以让观众感受一下这些繁琐又有序的工作流程。百亿票房加深的百花影帝吴京新作，这次没有眼花缭乱的打斗场面，而是一次艰难又孤独的登山运动。吴京带领一众队员在60年条件最艰苦的时候成功攀上珠峰顶峰，大家对这个演员阵容充满期待的同时也非常担心导演的功底。本片导演李仁港拍过很多大制作影片，但基本没及格过，题材也很容易拍成让人昏昏欲睡的科教片。曼姐倒是很期待万绿丛中那一点红，章子怡的表现，她和吴京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。如果嫌前几部太过沉重，可以去看看这部梦工厂的新作，毕竟假期还是小孩子的天下嘛。中美合拍，主攻中国市场，有大量中国元素。三位少年护送雪人大毛回到家乡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，所有路过的景色都是国内实景绘制。大毛的设置明明是雪山来的怪物，却像一只二哈一样有灵性又很蠢萌。功夫熊猫3的核心团队打造，应该就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合家欢动画，适合带着孩子去看。